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一日特派员，金牌给你问 ，Let's go。台湾的下一代需要你，本人更年轻，然后又更高。对我而言，它应该是一个有点危险的运动。本人比较漂亮一点，因为我看到你的时候会有带一些那个护具什么。太开心了，刚刚终于被称赞漂亮了。有没有兴趣来从事拳击看看？你要教我怎么拿牌吗？我可以教你打几拳，现在就马上教你。站45度角，然后稍微微蹲。手姿势拿高一点，一，然后二的话就是你的后手，二，然后带腰，对对对，哦，可以，然后如果是组合拳就是one two，一二三三，对对，好像很可以嘛。对拳击就是虽然没有练，但是有兴趣。就祝你下一次在奥运的时候可以继续夺牌，为台湾争光。你比想象中高，感觉打人真的蛮痛的。想要试一下吗？